迎收看 Eris Channel。发现最近的发烧榜全部都是大胃王，什么巨大化料理啊，千千丁丁噜噜，还有玩 game， 还有玩 game， 对对对，我们没吃完也可以上发烧。我们那天吃一个蜡笔小新那个拉面，没吃完上发烧。我看到是铁牛吃200根热狗，你们不是还有吃那个全家的饭团？对，你们是本身就食量很大吗？不要再讲那部片了，那部片被骂得很惨。哦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他们没吃完，他们没有做效果，厂商还给我们 feedback 说你们这样观感不太好。那没关系，我跟你讲，我们今天一定会吃完，而且我们吃的是那种小甜点小东西，你们知道吗？马卡龙吗？就是少女的酥胸。哎、欸，怎么讲少女的酥胸？外酥内软，不是那种台式马卡龙哦。这个是法国直送来台原装进口的。老实讲，男生其实不太吃马卡龙，对吧？但是少女的酥胸可以吃。我们比较常吃另外一种。对对对对。可是你像单身不是吗？我单身，单身不能吃吗？可以，就是因为你单身，我才找你啦。因为我是想说，100颗马卡龙给你做大挑战，那你可能就是会吃到很腻之类的。比如说你吃到25颗，我就可以帮你请一个女生来帮你。配对，今天没有业配哦，就是纯粹是我帮你，就是牵线这样子。你现在是 YouTube 界的红线童子。对，我跟你讲，东区就是黑男，我是西区的黑女。哪里黑？眼睛很黑，眼睛很黑。今天就直接拼了哦，限时3个小时，看你吃不吃得完100颗。不用3个小时啊，3分钟就好了。真的假的？我跟你讲，你等一下可能要一次叫3个女生进来。老实讲，我蛮想变刀友，只是我想说不要挡他们的财路。最好是那你自己创一个频道啊，顺家大胃王。对，我认真，我每次吃他们都吓到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是让你挑战一下，100颗，限时3个小时 ，Go！ 噔噔噔，100颗其实比我想象中还要少哎，我以为会叠成山这样。台式马卡龙才会好不好？汉堡才会。啊，汉堡这个其实小小的，其实不会太甜，不像台式马卡龙，它里面是用甜菜糖做的。我之前吃马卡龙，有些很小很精致那种，每个都跟糖霜一样哎。那这个的话，你今天就是有的手了，100颗没跟你开玩笑。我觉得3小时太长了，这样通常女生不太舒服。其实我觉得15分钟差不多。我吃甜点的时候，那我帮你计时哦，预备，开始。直接来是不是？不用先一些那个。哇，你自己吃啊！哎、欸，他真的一口吃。就是无限畅饮没关系，我帮你吃一颗好不好？像你只要吃99颗了。他自己想吃，他不是帮我吃，是自己想吃。对，牛肉泡有一个很好吃的东西。什么东西？什么千层蛋糕啊？跟他们招牌超好吃。真的假的？我是千层，没事。题外话，没事会剪掉，太无聊了。无聊怪，无聊，无聊。想不到那么好吃。3颗加我的4颗，要计算哦。那25颗，我可以帮你们就介绍一个单身女性。16颗哦。我就要配喝东西喝。哦，好好好，在我后面。吃了哈，我好悠闲哦，就我自己的频道有大胃王系列，不是我自己吃，为什么不是你吃？我以为是他跟我 PK， 啊，好悠闲哦，有几颗？5分钟啊，等一下，如果召唤女神来，其实他们是可以帮你吃的。甜甜，我上一集也有帮他配对啊，哎，对了，你喜欢哪一个类型？我喜欢姐姐，就慧姐那种可以吗？可以啊，就慧姐那种很有味道哎。应该不是说真的姐姐啊，是她的散发出来的感觉是姐姐。我比较喜欢成熟一点，我又有一点比较不一样，是我喜欢被照顾，但我也喜欢照顾人家。我是非常需要被照顾的那一种，像我是小孩的个性。大概吃几颗？为什么在流汗？我们明明就在冷气房里面。快了快了，来这一颗。我们召唤神龙。噔，召唤一个女神出来！耶！怎么从上面跑出来？第一个是晴雅，她是留学回来的书香气息的女生，就是她可以陪你一起吃，那你当然也可以交换联络的方式，反正都单身嘛，没有什么机会，那我们就继续帮你计时咯，开始。你今年几岁？今年快25了。平常是在干嘛？在做网台。你可以帮我吃一个吗？好。你喜欢怎么样类型的男生？有野心，上进心。你思想蛮姐姐的，我是喜欢他有自己的事情做的人。我们彼此忙的时候各自忙，有时间的时候大家腻在一起没关系。想做自己的事的时候就直说。剩几颗了？2个加起来，我剩几颗了？而且我喜欢很会吃的女生。跟你超不搭的耶，因为我小鸟胃，我不太会吃，真的。那你好坦，那他直接淘汰。我真的觉得场外比我们还捧场，场外都一直笑，然后我都没笑。你故作镇定，你们我做起来像个啊！你变玉林哥了。你这个丑。OMG！ 中间很尴尬，中间很尴尬。你喜欢吃还是什么女生？喜欢。女生会吃的吗？我很认真啊，不要一直。蛮爱吃。
爱跟会不一样哦。那十二分钟哦，下一个女神是五十克可以召唤。这个味道我很好奇耶，这是什么口味？开心果，就是过年不是都有那个真的是咖啡？那这个应该就是野莓口味。哎，你怎么知道？我爱吃，因为他家就是他以前就是有你家开泡，你觉得我算是你喜欢的型？凭良心不用做效果，是吧？要多相处，因为我本来就没有特别喜欢哪一些男生啊，是看个性的，是看个性，长得舒服就好。可是长不舒服嘞，他是一点不舒服啊。我可以让你更舒服啊。我现在剩最后一刻，可以召唤下一个女生。哎，对对对对。好，那谢谢晴雅帮忙我们吃，谢谢。谢谢你。下面一位，下面一位，让你在下面。再见，再见。呀。欢迎下一位。这个没有用到牙齿，这个蛮舒服的。他是佑佑。Hello， 大家好。好，佑佑，你平常是喜欢吃甜点的吗？我喜欢。太好了，那等一下就不啰嗦，我直接开干。好，预备，开始。你可以吃几个？我要看它甜不甜，因为我怕太甜的话，我会吃不下去。不会，它不会太甜。对。38。我要选这个啦。那三维可以问。好，三维可以讲三二 D 二四三四。增加它的剪裁怎么样？不是，我来看那个缝线啊。其实我觉得还不错，这种肉是健康的肉，不是不健康的肉。哎，要吃哦，算了，边还要边吃哦。那你平常是在做什么？外拍、直播，然后主持、修购，一大堆演艺相关的都有。可以哦。他也是演艺相关，没有比较不太一样，因为他是 YouTuber。其实也蛮想尝试 YouTuber， 请教一下。去他家，他教你。我要喝水哦，真的呢，因为我是猪队友。没事，你不用勉强，你就让他吃。你不用勉强，我帮你吃，你帮我吃。你是不是听不懂我在讲笑话？你现在比较单纯。好好，我比较单纯。你再吃一个。好，感觉你是一个听话的女生，只要不是太过分的事情，我都可以。对。哎，30分钟了，我觉得就是佑佑也差不多时间了，他要回天上了。所以你一节那么贵了？那我们等下就是送佑佑下去了。自己在那联络。好，谢谢大家。佑佑佑佑，拜拜。拜拜。小心头。天堂隧道。我们要召唤下一个女生哦。啊，因为马上有下一个。我跟你讲，我们这桌子底下到处都是女生啊，随便抓一个出来。看到。哦，抓到一个，我抓到一个。啊啊，这个这个，我抓到这个。哦。小公主，紫恩小公主，她年纪很小，哎，太小，不要，我跟你讲，认真一点。发了吗？有，真的不要犯法，我在呼吁大家不要犯法。我们还继续计时哦，3分钟哦。那我可以问你叫什么名字吗？紫恩，紫恩小公主，是本名吗？本名，对对对。他跟我说他超会吃，哎。你边吃我边看一下你今天衣服的剪裁，每一件衣服都要看它的剪裁还有质感这样子。我想看你里面那件衣服的剪裁，它这个是算是运动风，就是小背心。你喜欢那种美式风格，对不对？好像有点美式。是我看到它的内衣是美式风格。等一下，那个，好好保护它，不会让就是它乱来这样。继续继续，不要停。要一直吃，我们要不断的吃。不要停。吃好久啊！哎，你吃蛮快的。紫恩小公主她已经吃了10颗了。好，那我们先让紫恩小公主赶快回去上课。再会喽，小公主。那我们送你出去吧。再见。这还是看得到，她是长辈。啊啊，又魔到了。召唤下一个了吗？召唤下一个，召唤神龙啊！噔噔噔噔噔。哦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这个是姐姐，她叫做佩慈。嗨 ，Hello。你的菜，她眼神在打脸。我就不敢帮你放压轴，我知道你喜欢。哇，故意的吗？我要看一下它的衣服的材质，那种网纱的那种材质，网纱的，然后牛仔裙这样。那我们要继续开始喽。你到底可不可以在1小时内吃完？可以可以可以，没问题。可能要帮忙吃。不免俗，我们先问一下，佩慈喜欢哪种类型的男生？我喜欢活泼、持久，哦不，对感情持久，对感情持久。那个例如长相，怎么样是你的菜？顺眼就好了。王蛋。哎，我们吃完了也好厉害哦！最后一颗，他这是最后一颗，换他不行。我还可以，再交100个来。男生最讨厌就是关键性的一刻，最后一颗哦。再跟大家讲，大王真的不能做效果，你们不要逼他们，他们很累。好，我们最后一颗，把今天这个结束了。一口塞 ，OK。我特别喜欢你的笑声，棒棒不羁的笑声，我喜欢啊！救护车要来的声音。辛苦了，辛苦了！55分钟完成100颗玛卡龙，成功。
的辛苦，那我们就一次把所有女神叫出来吧。欢迎所有女神出场。好辛苦啊！因为就是孙家店真的很辛苦啊，吃了100颗。谢谢大家，这样还可以吗？我现在还可以看他们的剪裁吗？我想要那个来个评比一下。哎，你今天那么想你没有看我衣服剪裁？你不是要看什么？奇怪。好啦，以上就是今天的大胃王影片，希望你未来可以继续拍。所有的女生也要记得追踪他们的 IG 和粉丝团，还有顺家的玩电频道。记得订阅我们玩电。大家记得订阅我艾瑞斯的频道，订阅、按赞、分享各个平台也要追踪哦。那我们下次见啦，拜拜。